原标题没王宝强的马蓉怎么样了？昔日校花拉躺成大妈，靠老本能吃多久没王宝强的马蓉怎么样了？昔日校花拉躺成大妈，靠老本能吃多久？大家好，我是你们的沙雕网友猪酱。我们废话不多说，新鲜事简单报，接下来就是我给你们带来的新鲜事了。马蓉跟王宝强离婚时卷跑了王宝强那么多钱，使王宝强成为一个穷光蛋。网络上对于他的做法也是十分愤怒，好像发生在自己身上似的。而他一身行头也不是什么便宜的，就这件大红袍都要10000多块钱。事情过去这么久了，王宝强的钱还够他挥霍多久呢？可能从照片上能窥探一二早之前。有网友爆马蓉照片，面容憔悴，出行打出租车，昔日校花邋遢成了大妈，身材又发福了。前段时间便已经这样的，现如今的他估计更落魄了吧。对此网友表示，离开了王宝强